真的，因为必须要很大一盘，因为大家都想吃。因为坏坏的男生女生总是喜欢嘛。然后他在电影里面虽然坏，可是其实是很专情的，然后很够义气的，我觉得这就是很迷人的一点。那大陆觉得呢？很 Hebe 很少称赞男生。哦，我也超喜欢他的。我一看到他的时候，他第二句话就是他讲那个电影的人，然后第二句话是我要跟你拍照。对。所以 Hebe 当时真的有遇到这样的坏男生吗？当时，其实我看这部电影之后，我就回想到我高中的男友啊，就是长得真的也还蛮帅的，然后对我又超好的，我就回想起每一个点滴，然后就会像歌词里面在想现在的他好不好，然后他身边他这么好的他身边是不是有一个更棒更好的人。那你会跟那个一样粉丝一样打电话联络初恋的吗？姐暂时不吃回头草。那个男友的款式跟王八路是就是有点像。那我要不要讲一下，就是爆红之后，就以前的作品有被翻出来，像《弯道情人》，然后自己在看到以前的作品，那个感想是什么？就不会啊，那些都是我的过去的养分，对啊，走过的成绩了东西。那看以前的作品，自己有觉得长大或者是进步多少？长大，对啊，当然是长大。有没有对电影台词哪一句比较有印象深刻，或是？我喜欢那个谢谢你出现在我青春里，对。但是被杜哥剪掉了，预告有，对，好像删减不少片段，是连言承旭阳戏份也砍半啊，砍半，砍半，说没有剪进去啦，是不是？没有，就没办法，我的片场已经有125分钟，大家不觉得长吗？我再剪下去就已经快被戏院追杀，不行啦。但我们剪的也不只是那个，还有蛮多其他我们拍的蛮辛苦的片段。但我觉得其实只要不妨碍故事的进行一部分，我觉得还是以整个世界的片场为主。那也许那个片段的话，我们将来我们出 DVD 的时候，可能可以做一个导演版啊。对对对对，我很希望导演版能够收入完整的片段给大家。我刚刚无意中讲导演版，导演版啊，或者是我真的觉得说，我们可不可以破 DVD 的时候公布那个完整片段给大家看？对对对，很期待，大家一定要想办法让它破几亿，就可以看到没有看到的片段。拜托，那欧阳学长跟陶明，你这边有没有什么分享？我也先分享啊。就是非常幸运，第一部电影就接过去，然后有接过去，导演跟剧组来不及了，所有演员们这样，不用接，觉得很开心。嗯，因为大家都在说到你那个人其实重复，一心一意重复，不是只是太，拍一张，对啊，没有，就是这，我觉得是导演预留给大家一个想象空间，可以自己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啊，其实很多人都看过，然后有些人觉得好像有些桥段很雷同，比方说可能像徐克与坏坏的心情跟那个道明寺的感觉，角男主角挺身而出，然后在电影的桥段，那不知道导演怎么看？这个是，可是我觉得这都会就是一个被人喜欢的男生，他应该都会做这件事情才对啊，这就是。就刘德华以前在他的片子里面也都是对朋友有意，对女人有情啊，那你不觉得都一直以来其实就是这样的形象的男孩子会永远留在心里面吗？对，您跟他讲一下，就是好像高中的时候的照片被翻出来，网友称赞就是美翻了，然后也有一些微定，自己怎么看？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只是 po 了一张我穿制服，其实我前几天包了一个场，然后我请我所有国中、高中、大学的同学都拿他们的制服出来一起看，然后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很像一场世纪同学会。那自己其实不瞒大家说，以前高中是一个小胖妹，所以就是拍照还是有些技巧，但是能获得大家的称赞，我也是很谢谢高中时期的凤梨花。那可以要不要聊一下，就是好像要办一个演唱会，是不是这一票人都要把它网络过去？不是，我都有邀请，就我们剧组的演员们这样子，然后同时就是宋云桦也会担任我演唱会上的嘉宾，嗯，对，然后目前也希望欧阳非凡可以到现场出现给大家见面这样子。好，谢谢。